啊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水哥，今天玩了一把克隆战，我欢迎的是廉颇，对面是姜子牙，我们看第二个姜子牙名字叫什么，王思聪啊，王思聪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大来头，但是他不是贵八啊，只是一个贵二的王思聪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阵容就知道，我们这边肯定是铁营的，我们这么漏，姜子牙那个没有多大的伤害，最大的伤害就是二技能，我们看这边一开局他队友就说王思聪是吧，我们看队友的姜子牙就说为什么王思聪为什么不是贵八，然后好弟弟啊，然后最后后面他们也就没怎么说话了，然后那个王思聪好像是没说话，然后这局就这么轻轻松松就这么躺赢了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廉颇是怎么完虐这个几个姜子牙的，打到他们基本没有防守余力啊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王思聪啊？大家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其实大家也可以在游戏里面搜索啊，这个王思聪应该来说就能查到他的资料是吧？游戏资料的。梦魇，你的爱上亲身影，不客观地说我是个好人，燃烧的剑，燃烧的心，俺老孙来也，命中已至，奉我为主，无言是男人的浪漫，征服了男人也征服世界，很好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